特之心。去去。还是没声音。难道说真的像雷布朗多星人说的那样，要集齐13颗奥特之心你才能说话啊？我不信，小小一定有奥特曼能救你的。对，或许会治疗术的奥特曼能救你。格里乔身边变出卡位是什么情况呀、啊？问得好，又是你。想得到格里乔身上的奥特之心吗？奥特之心是帮小小恢复声音的关键，当然想啊。既然如此，解答出格里乔治疗过的六个奥特曼，奥特之心就是你们的啦。好。当然知道，交给我们。我们肯定会为你拿到奥特之心的。咱们开始吧。格里乔治疗最多的是他的哥哥梅加诺杰厄、西多拉姆、银河奥特曼、赛罗奥特曼。格里乔，你治疗过赛罗哥哥吗？不过你找到没有？找到两个，分别是格里乔的亲哥哥布鲁和罗索奥特曼。还有三个，这也没听说格里乔还救过谁。是的呀。哪里？布鲁和罗索三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比划的动作是格里乔第一次出场的动作。可是我还是没明白，格里乔治疗过的奥特曼和他第一次出场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笨呐！格里乔第一次出场治疗过三个奥特曼，你是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？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知道了。达贡、迪迦奥特曼、杰斯提斯奥特曼，哎，杰德奥特曼。格里乔第一次出场还救过杰德。还有两个，哎呀，你那里还有合适的人选吗？我记得格里乔在宇宙警备队的训练场里面也治疗过两个奥特曼，可是具体是谁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洗手、刷牙，啊，这是加拉斯的标志动作。莫非格里乔治疗过的奥特曼还有加拉斯？哎，还真有！你想想，还有一个是谁？巧克力豆，巧克力变身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巧克力变身的应该就是纳伊斯奥特曼。小小说的就是他。格里乔，你治疗过纳伊斯吗？奥特之心出现了，什么情况？奥特之心怎么消失了？哈哈哈！你格里乔身上的是假的奥特之心呀、啊！你卑劣！竟然假的糊弄我们！随你们怎么说，记住，13颗，三颗。别着急，我们会帮你找到奥特之心的。你个混蛋！两个。